这块儿，收拾收拾。你看这块地多还是多整装，你看。它这块地不赖挖，这块地。嗯。又是啥？不是，又是从外面啥？哦，这往死整的。嗯。啥时候整花生还好，又白又薄。哦，对。还能在家积累多少东西？三轮车，大拖拉机、小拖拉机，还有种花生篓。还有装一脚楼，哦，一毛子就方便，怎么装两年？你看这下雨，再说种都种起来。再说，你啥了？再弄些走了，弄些就种了。我家那下雨了都种了，俺家也用了。啊，不说你种两遍，把俺家别也种一啥了。嗯。你看地又多，你好累。是。这得几百块的，是呗？还有一块多一块地吧，都是。哦，就是种白花，都白花上都白了都。嗯。明天再种白天。嗯。娘。奶奶。种花生来，我估计跟俺俩说，嗯，正在那，你那正在开种的，叫去看嘞，你去看嘞，下季就我，还是行了，嗯，你去看在那种的，种好了吗？好了，种了，这是种了是吗？种了，你不搞一头？嗯，上上进的，嗯，就是俺奶奶在那开种的，我说俺奶奶正在开种的，是啊，嗯，正在开干的，地下下。他给奶奶好点收我，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在基地上，奶奶能给开小猪。嗯。奶奶，你那开小猪嘞？啊，我不敢喂你呀。哎，这小猪多少钱？五百块九嘞。是啊。嗯。涨了。涨了。那又盖上花的了啊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留点的，留几个，后面是。啊。喂鸡。喂的。啊。这不是一个月找不见了，卖比较丢的。这里卖的丢的，嗯，因为它不能叫大。嗯。但不能卖它，咱自己煮，你看，下来自己丢的，明年咱自己丢的是。啊、哦，这一夜之间，你看，嗯，就我五九四千五，嗯，是呗，嗯，要是卖了都能挣四千五。你看这算完账还下不着，下都到十五了。嗯，我从那进来了，我听这屋叫唤的，我想我这小猪下来，我净往这跑，跑着还在这下，看个一嘴一咕嘴，我就看看说一个吃死一个，这小猪在躺着，我进来扒拉了，我等他，给吃死了，挺大的家伙。你扒拉我笑了，我讲我心眼里，可不得劲嘞，因为可心疼的慌的啥的，俺说小猪挺大挺胖，因为四个小猪都五百多块钱。要是知道小猪太贵，可以。要是五六十只，你准是不不心凉了，你不心疼的话嘞，是的，奶奶。啊，我今天回来，等我，你就回来激动慌忙去，种花啥嘞？叫我现在就不得劲，没给你，也没给你说种啥嘞。这个种花的工作，我还这个很半天种了，现在。嗯。那会儿这贵阳桂林，你。那吃这个谁心里也不得劲儿，可是心里不得劲儿。但是五十年我这可得四五不得。也就买了四小时都好好端端的，我们不得我都得给你说，心里你我不得劲儿，我敢说种花生吧。嗯，一进来不得，那个说来有啥味儿，那个猪。心里又不得劲儿，这可啥呀？就当上下一个小猪，是呗？对不对？要不能我下五六嘞，再到还没谈上，正乖。嗯，那啥，再回去起来看看谁，别不是叫我咱们还查这事嘞？你那不是不知道啊？别他下不着，要一慌我跟牛贴被套似的，往里这开，俺没下着。知道这得好好在这儿生活去。那俺们一黑夜不睡的，嗯，一黑夜收个他妈五百块钱也值嘞。嗯，知道吗？一黑夜挣五百块钱。你看这个猪，要是这猪一讲啊，他懂。
你那要是住老了，你叫好叫他不动。他伸出来了。嗯。对。你看他这腿，你看，我们当然不拉了，还不。嗯。伢窝的啊，窝里窝里，俺娃主要不拉吧，伢窝里，另窝的窝，另窝的窝里窝的。